恩语同路人，今次是恩语之声事工推广的特辑。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疫症里面，他们多了很多的反省，有一些弟兄姊妹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但他都愿意出来做见证。见证传出之后，我认识到刚刚身处于困难的朋友，大家同声感谢神，亦都携手分享信息。所以我觉得恩语之声是一个很正面的平台，同埋一个即可以信得过的。不认识的人，他们听到恩语之声那条 link 啊，俾他们认识的人去听，他们的群组去听，咁呢啲是我完全估计不到的。好让每一个真实动人的生命故事，跨越地域界限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亦都好盼望咧，听众朋友你能够继续嚟到去支持啊，无论系用呢个嘅祷告，或者系用金钱嚟支持，其实我哋都系极之需要嘅。系啊，好似我哋今年嘅主题咧，就系建构网络，连成一线啊嘛。咁呢啲其实我哋唔同嘅机构、唔同嘅牧者、唔同嘅朋友，同我哋一齐嘅配搭，其实呢个就系一个网络，我哋更大嘅网络，唔系净系靠恩语之声自己嘅网络咯。系诚邀请大家一齐嚟到数算主恩。